米航，要不然你过来看一下这个抛竿，我去你那儿钓两竿。行。万一我要钓着了，那真证明不行。行不行？行。反正都没鱼，来试试。来。哎，太难了。中鱼。了不起。太能了。太能了。我估摸他实在是坐不住了。啊、嗯，抛竿这个时候也慢下来了，也没有那么快。所以我就上他钓位上去。这个大，哇，好大，这，要帮帮我抓紧点不？两个。陈奈，你说我不是俩钩钓不了俩吗？这是啥？两个。打脸不？啊？打脸不？你不说这杆一条钓不住吗？是啊，不是这杆，那个杆。那个杆。这三个钩了，柯哥，哎，我知道我为啥能钓着鱼了。你为啥能钓着鱼？因为我把这杆子给放低了点。我们开始也放的低，我现在又比那个降低了点。那我呢？你是因为你长得好看，你长得帅呀。对，你长得好看，你啥钓不着啊？对，你是谁啊？你张晨晨啊？对，你张晨晨。刚刚米航钓那两条，这咱们今晚上一只鸡腿是有了，有个鸡腿了。米航，我往你这里坐一会儿，我知道真的不是你不行，是啥？是我俩都不行。对，主要因为晨晨没过来。我过去啊，晨晨来吧，晨晨，我马上到。对呀、啊，嗯，哎哎，大鱼。米航啊，这没鱼吗？有啊，有吗？有，快抄我。还行还行，小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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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这想溜一下。草鱼，谁说没钓到草鱼？草鱼啊，草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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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行，来抄吧。你好，服不服？服。这就得要大哥了。草鱼，今两个钓位都出了条草鱼，说这半斤以上。虽然不长，特别肥，肚子大，肚子大。看咱这位草鱼，这平常叫草鱼宝宝，但咱们这几天没有钓了草鱼的情况之下，大草鱼。对，这一定顶一只鸡腿。哎，出来太阳了，你看这太阳晒我这条草鱼上，觉得特别亮，是不是？蹭亮蹭亮的，全世界都在照着你。有没有晃到你的眼睛，晨晨？不想搭理。哎，为八零后挽回一点尊严。我跟你们说，今天上午我和强哥钓那个抛竿，没有米航钓这么好，全部都是因为那个年纪大的拖累我，我还大一两个月呢。老年人。啊，这话我听起来怎么也没那么高兴。要不咱称吧，我就没有十斤了。好啊，先称，沉着的，有五斤没？应该是有吧。渔户是，别抖了，别再把抖水都抖干了。我抖玉米呢。那个什么，咱们渔户是2.74。哎呦，中鱼了！这条要算要算要算，这至少顶了一个0.4嘛。哎，草鱼，哇！你说这是老天爷让我们完成十斤，小点一点，小一点吧，小一点，小一点，三四两总有吧？有啊，小草鱼，撑撑撑撑撑，这下非常有信心，有的至少五斤，十点几？十点几？十一，十一吗？啊，真的是十一吗？刚好十一，十一整吗？对。你看多少鱼？74.26。来，我们称我们第二个，刚刚是8.26，然后距离十斤还有1.74，有没有1.74？7.4多。4.36。9.88，只差零点一二。零点一二，
各位，另外一个鱼户有没有0.12呢？我们来看一下。来消消，接点水，用水都把这0.12给它冲满。看到一条大草鱼，哇，这草鱼光成草鱼就有了，全部都够了。5.24，5.24，5.24，来来来来来，咱们再加一下，等于15.12减去2.74，多少？12.38，差一条鱼，差一条鱼。咱们商量一下，今天我们这么努力，就只差0.6级。你看，我们昨天愿意为了你的那个过失，就是没有买到烧鹅的过失，我们愿意挨饿一晚上。对呀、啊，这点勤奋，难道抵不过0.6几斤吗？那你借高利贷吧，明天还吧。那不还多少吗？还3斤。不喝了，真的是，谁还没喝过可乐了？对呀、啊。但是你们可能最近这几天就喝不到啊。不要喝啊！今天回去喝，我气死你！我怎么跟你们两个待久了，我好幼稚啊！发现现在真的是好幼稚啊！来把鱼放了。回来了，哎呀，你看，好精致啊！来做什么？这啥呀？筷子。花了一个下午做这些东西啊。哦，想不到吧？给你们摆盘都摆好了。天哪，还做了筷子？对啊，这么精致，令人感动，真的是。感动是吧？我再给你们看看让你们更感动的东西好不好？就用之前说那个竹筒饭。看好啊！啊。哇，是吧？输了，吃一口试试看。来，筷子。小朋友想的，你猜我们完成了没有？看你们的状态，感觉像是完成了、啊。你觉得可能完成吗？才多少斤、啊？你上来的时候才那么点儿，10斤啊！吃，是，开始。不知道，应该是熟了的。应该是熟了。看米粒很大的样子，好了，熟了吗？熟了，肯定得熟了哈。来，你们拿一袋，我再开一袋。好吃吗？好吃。有甜吗？哎，是真的有那个柴火饭的那种焖饭的那种感觉。对。你怎么灌进去的我？对啊，这个其实。尝尝。用技巧吗？把竹子吃了。你没有办法用其他方式打开了吗？有啊。就要把这个。你看我这里上面是有个盖子的，哦，好洋气，哇，好时尚啊，真的好，好怀身，哎，而这饭是好吃的，哎，是吧？饭还很软糯，要是黑米，还有这呢，我想要黑米，他们不给黑米，你说。本来有黑米，它应该是一个更加美味的餐食，但是没有。虽然讲它还是很好吃，但那都是因为我强哥手艺好，这样子亏待我们。我们跟你们一起讨价还价个0.6斤，还斤斤计较。我们今天完成了，真的完成了，我们真的完成了。后来的鱼哪里来的？钓的，钓的。晨晨一个人钓了。8点几、嗯，我们俩一起钓了5点几还是6点几？然后咱们今天完成了12.4，就去到鱼户之后。但是本来我们是换3斤的可乐的，只差0.6，这么一年的交情了。就这女的，啊，对，看到没有？啊，这女的现在看起来很美的样子，因为她手上捧着鹅，她把鹅扔了呀！哇，你们的嘴。来把鹅放这里。我从来没有觉得今年我这么拥有主动权过。我们之前的每一站，我们都是被限制。这是要占这炉子吗？赊账，好吃吗？不好吃也不是我们做的问题，是他没买好。对，哇，这好肥啊！还有骨头，还有骨头，好吃吗？尝尝尝尝，好吃。两天没吃到肉了。再配口饭，真好吃，真好吃。我买家跟他换可乐，他不愿意跟我们换。
哎，这已经是我们连续第二天获胜了。对啊，我都不敢相信这一天。看看明天，如果明天还能够坚持到底，接下来两天都能坚持到底的话，我们就是 happy ending。从来没有过，嗯，三姐来从来没有过两天连续我们取得胜利。哎，咱们先玩一个鸡啊，吃得下吗？吃得下，吃得下，吃不吃得下是我们的事，给不给是你们的事。明天吃吧，不要吃太好了，油水这么重。你又担心我们是吗？一天一天来不，明天再吃点好的不，如果明天钓不上呢是不？如果你明天再完成任务，明天的东西一定当天兑现给你们。好像有一种被别人亏欠的感觉，也挺好的，是吧？不是，就觉得咱有余粮了。但是万一他又是耍赖呢？他敢？他肯定不会耍赖啊！他长这么漂亮，他好意思耍赖？你好意思耍赖吗？妈妈说，漂亮的女孩子都不能相信。你为什么被这句话逗笑了？请你给我们展示一下你心里的内心活动。我不会欠你们的哦，放心了。好吧，好吧，暂且相信你了。那快吃肉啊！这家伙光吃肉，这家伙光吃饭，让他把肉，他把饭吃完了。肉多香啊！我们俩吃呢。哦，我一个人吃呢，我吃也挺多。所以先看出，哎，从体重上面，就完全看得出来这两个人的饮食喜好。我明天早上吃，先装兜里。李航一看就是喜欢吃肉的，晨晨一看就可能还吃点蔬菜什么的。来点竹叶青。这是什么酒吗？哇，这里面是烧的是水吗？对啊。这是什么味儿啊？啥呀？竹叶青味儿，竹子味儿。尝一下，开水，好烫啊！开水，你是不是傻？这是开水。你们用竹筒烧的吗？我总是觉得竹筒烧的应该是温的，这么烫啊！它是开水啊。是不是它里面是水的话，这样烧它永远不可能烧漏？只要它里面有水，它永远烧不坏，永远烧不漏。对对对，一点问题没有。好香，要尝尝。你不要嫌弃叔叔就行。喝，热，稍微抿一点点，它带了一种竹子的那种清香在里面。对，竹水。它感觉都还有，它有点像茶了，是真的有点像茶了。是吧？对，它比水要浓郁。你老是看着我说，是，是真的是好喝、啊，真的。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它和那个什么松针茶都有的一拼，因为它有竹香味嘛。对，很浓郁的竹香味，跟米饭一样。你俩觉得十八岁有啥好发愁的吗？就是说你俩平常愁啥？觉得最烦恼的事情是啥？钓不着鱼呗，钓不好鱼。对呀、啊，也还好哎。这个就你俩愁的时候是吧？还好哎。咱俩，也不，咱们俩的这个生活方式不太一样。你平常愁啥？好，朱叔叔没有什么好发愁的。没有什么好愁的。对，我发现我不愁啥。所以就是少年不知愁滋味嘛、嗯，对不对？嗯，好吧。因为就像我的话，我觉得说我不需要去证明给谁看，我玩的这一些。我不是为了做给谁看，证明自己有多牛，因为你已经做得很好、啊、自己玩得开心就好，是不是？强哥现在不会去比较同行吗？我不大比较，那就做自己比较好一点。就你不需要，而且做我这一行特别少，没有人去比较，所以我活在自己世界里。那我就一枝独秀啊！但是我觉得活在别人世界里好太多了。这个是。是不是啊？嗯。然后别人做的特别优秀，你用什么来衡量优秀呢？赚钱赚得多？那肯定不是，但它一定是其中一个项目之一，但一定不是全部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做好自己的事儿，啊，尽量把它做到极致，然后就让别人去说吧。嗯。